莲，小莲子是我们产妇的，然后小新就头很近，我想说哇，我老公好浪漫哦，是不是想爱他？他不，他说我怕血，因为我老公那时候甚至说看到头发。你有看过那个针吗？超长的，真的很长，它是打进去痛死我了耶！然后我就一直脑洞，我说拜托让我安全的生完。记得他的老公真的还帮我录，我要拉出来的。所以你没有？哎，在里面呢？请看，你暂停啊。生产的故事跟过程，而且因为刚好这边呢，我跟苏安是两个是剖腹，然后吉利跟 Kimmy 是自然产。像男生当兵可以讲一辈子，你觉得女生生小孩可以讲一辈子吗？那就满两个，我讲八个。我是打完无痛，然后就生了，秒生，因为第一胎就太痛了。那时候医生就说你要听我说话，因为我们是不是要用力才可以生？对，他会说跟我说了吗？跟我说了，不是，真的跟你用力，好急迫。生到后面有点没有理智，我就啊，刚才好像啊，那你第一胎生多久？生十几分钟，十几分钟。可是合同说自然产，然后在医院起码待个12小时，就是准备快要开指，要等那个开指的时间。他会想办法让你。那你前面开那两指、三指的时候会痛吗？后来越来越痛，对，前面还好，后面就觉得大概冷还好，我就是不想要那个痛才要剖，因为我老公那时候甚至说看到头发。可是你老公，你要等到他全开中间，就是到3到4指中间会有一个等待期，然后你就要在平常上先用力，然后我老公可能就惊慌，然后就看到他头发，你用力的时候他头还出不来，但你可以看得到他张开的时候看到那个头发。这一只是什么？全身影片。我老公好不好录到把小孩拉出来的？那个时候是会痛，还是你是因为打无痛，所以你其实没感觉，所以才疼？我觉得很痛哎。那你打无痛的时候，就很多人痛，会有点像皮皮刷的那种，是不舒服，一直抖。对对对对对，我那时候是抖进去的。那所以看到毛发之后，你就赶快吹进去，然后就开就生了嘛。对，就生了，然后就用力，然后最后一下就会，哎，你有人要帮你挤吗？没有哎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不能硬挤，就是一定要听住产婆。我后面就是不听他的指令，就硬把它挤出来，所以就是下面会流血啊。对，就如果你照着他的指示慢慢生，比较不会。对，就是不会破。他不会觉得下面痛痛，他就会帮你这样子这边胃的地方，你压一下这样推，然后小孩就会整个要流血。对，我那时候是喷出来的。我虽然问他说你有接到吗？小孩怎么接到？是因为很快速这样子，对，分走。对。或者是住院进去，真的生出来好像也要5小时。我们一样，我们剖腹也是，有之前一天要先准备。对，但真的进去产房里面生，大概就15分钟。对，哦，等于是其实是等那开指的时间。哦，因为我想要明天就下床。啊，这些照顾伤口都比较麻烦。就是有好有坏，像剖腹就是前面就很优雅，就只是睡。很优雅，我第一胎前还先去住院，吃完最后一餐要进水进食，好像要8小时嘛。所以我是全部都吃饱，进水进食之后睡了一觉，然后早上医院是先去晚肠，他要帮你除毛，毛完就很优雅，他说好，那换衣服，我们要上生产室。你可以先洗头啊，先睫毛啊，先弄。对。可是就害怕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你一进那个产房，他叫你躺上一个手术台，对，躺上去超冷，然后他就会叫你蜷缩，像一只虾子，他就会在你的手术。你有看过那个针吗？超长的，是很长，它是打进去。痛死我了耶！一出来我都叫出来，好痛哦！我老公看到就说觉得很想哭，他说没想到生小孩这么辛苦，真的，他就拿那个真的要叫老公进产，而且因为那时候有跟我进产房吗？有，我老公来接我。我第一胎全麻，他就不让老公进来，然后是我第二胎就觉得我要半麻，因为我要让老公进来看有多辛苦。就是，哎，我们生完我脚开开的时候，医生那边帮我清胎盘，然后还把胎盘拿出来说，你看这胎盘，好大，那个胎盘，我还没看过胎盘呢，很大，胎盘长怎样？这样子圆圆的一颗球就这么大，什么颜色？血的颜色，像猪肝色的吗？对，生完 baby 之后就说来妈妈继续生胎盘。清下自己，然后开始从里面拿出一些血啊，然后就觉得神力，你没有什么的看着吗？没有啊，你脚开开，然后一下子可以打一个布让你不要看，还是自然产？我会有个帘子挡住，帘子盖住，就是全程摇滚区。哎，那我还好，我这天选你也没机会了啦，我也不能自然了，我完就不能再自然了。我有问过，因为我本来第二胎想要自然产，然后我的医生跟我说，我第一胎我就不能再自然产，他可能怕出力的时候会还是裂掉，对，会。不然我本来第二胎想自然产，那
但我觉得自然产有个好处，就是我们不用进食，我们在生的前一排可以吃麦当劳。哎，但我今天特别进食哎，因为我今天是突然间就破就落红了。我那天晚上就觉得肚子很痛，然后我还下载宫缩计时器嘛，然后他就写说我是假性宫缩，我就睡了。早上起来去上厕所，发现内裤是红色的。我是10:30起床，11:00要去医院，然后医院说你现在马上过来，然后我就过去。然后医生就说准备一下半小时后开刀，等于我是无预警的，我就被推去开刀，所以我也没进食，我也没晚餐，我也没除毛，就是任何突然进去，然后好，妈妈开放，快点低喽，换衣服喽，好来进去喽，开刀喽，我就生了，我都不知道在干嘛，我生产日记 over 了。第一胎，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这个过程，因为他们说什么会在底下开，前面拉拉扯扯，看得到，你感受得到，可以感受得到，没有，因为它有个布挡住，它我这样，但是我这有一个帘子，而且超好笑，因为我一打完麻醉，他问说你下半身有感觉吗？然后我就说没有，他说好，那就可以开始画。可是其实医生画刀跟就是用一些东西，你都有感觉，对，他就这样子拉扯，然后因为其实他好像开到一半，小会叫小心进来，然后小心进来之后，小心看到满都是血，然后。小帘子是我们产妇的，然后小新就头很近，这样他就从旁边看。我想说，哇，我老公好浪漫哦，是不是想按？他不敢看，他不敢看。小新说，我怕血，所以贴那个帘子给他，他就躲在我的帘子里面。然后后来小孩抱出来之后，他说，爸爸剪脐带，然后小新说，我不要，因为进产房要消毒什么，要3000块手续费。他爸爸都付3000块，你就剪脐带。小新说，我不要。但还剪掉说，好像猪场吗？脆脆的，脆脆的，对。的话是也要卸掉，咬不能，因为他要看到你支架的血管，但是就是变成开完刀麻烦在后面啊，医生会逼你下床走路，然后其实超痛。全麻我是直接躺，然后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个恢复室，护士才把那个 baby 抱过来拍一张照，然后我半麻的话，他当大大吃什么玩笑，就哇，你没听到他第一声叫。我觉得第一声叫就很感动，就蛮感动的。一拔出来的瞬间，我好像没有哎，我也没有很痛，我也没有，因为麻醉会让你很像很晕哎，拔出来真的太痛，对，而且你没有生小孩，你也很爱哭。我真的，我们可是聊动漫都会哭，巧吧？可是我觉得就是剖腹真的像我们现在伤口很麻烦，因为我现在这里就是还在剖，对，然后鼓起来的，粗粗的，我已经贴一年消除疤痕，除疤贴，但超贵的，一条就1-2千。可是我现在疤痕还是很重，我也是会去美容，会看一眼，就是它会贴在不同的地方，没有，它没有同一个地方，而且你我们第二胎不就会修吗？对，第二胎会修第一胎的疤，可是还是会在长啊。现在我们只要你看嘛，就是月经来的时候会很痒。我经期，因为我那天遇到一个妈妈，她也是经期来的时候，伤口会痒吗？对，那个疤会很痒。我是天气变化，比如说冬天，然后变成夏天，那个疤痕会很痒。就是那疤痕真的很深，因为它毕竟到那么里面，因为它好像切开9层皮，然后再切开腹膜。传统的会切开，然后它一层一层的这样缝回去。因为它真的会把这样就拿出来吗？因为那皮说它好像是有被翻动，然后回去之后他觉得它没有在对的位置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这样子，还是因为肚子撑大，很喜欢就会对。而且肚子撑超大，器官不都会乱？对啊，像剖腹这样，因为等于说下身是没有感觉。爆出来的那一个，你会突然就是有一种好像他是谁？对，或是什么东西突然没有？因为剖腹它其实那个麻是半麻，可是你其实麻醉慢慢的蔓延上来，所以其实它爆出来的时候，你的麻醉都在这里。小心就说，我一直跟着护士这样爱你哦，这样爱你们，谢谢。很快，第二胎就跟高手一样。高手就应该说就是有认真听他说生才能生，那如果他说不能生，叫鼻祖。对，要憋住。就我觉得第二胎你比较没有那么慌张。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我第二胎反而比较紧张。我第二胎也比较慌，因为我第一胎确实就觉得我傻傻，我不知道接下来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他等一下要打麻醉，他等一下要干嘛干嘛，我就觉得很害怕。而且我第二胎是祷告，因为其实剖腹你要生产前要签一个1/1000几率会什么坏死啊什么怎样，就是同意书。然后第一胎都傻傻生，但第二胎我有小孩，我就很怕如果生产到一半我过世，我的小孩要怎么办？然后我就一直祷告，我说拜托让我安全的生完。我觉得第二次的时候真的比较可以感受生出来的那个瞬间。第二胎我老公真的还帮我录影，我要拉出来的。所以你没有可以看影片吗？请看，很正常的话是可以录生产的，就是要问过医生，医生说可以就可以。因为剖腹应该是没办法。就是一个小孩从你的下半身就被拉出来，然后他就当录影，当真吗？对啊对啊。我想看。
看，他是想看。可是我听说男生看过女生生出来会有一阵子不敢吃，对，应该会有那个阴影。我就说血，那罗斯有吗？罗斯有阴影吗？因为我刚刚讲到他看到那个头发可能有点吓到，但是可能是因为血迹很多，然后对下面觉得好痛，好痛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就从这样，然后被撑到这样，一个头大，对，食指在这样。好可怕哦！按那边牌，哦，很优雅，优雅。没有，因为我第一胎它那个麻药是你按了它才会下来，然后你可能过两三个小时你再继续按它才会下来。然后，但是我第二胎是自动给我的一直都是自动给。我真的，我就是脊椎它是一直自动给。对，我的是第二胎才是一直自动给，所以自动给的话我连按的机会都没有。对啊。然后就觉得第二胎就还好，我觉得痛感没有那么强。我们医院的是自动给，它可能那一颗球就是加费，对，要加几千块会一颗球，然后那颗球加完要再去麻药就是三天，就吃到定时定量的给你加。但是变成是因为我们打麻药没有插尿管，然后第二天要拔尿管，然后医生会逼你要自己尿尿，我完全尿不出来，因为我们打麻醉其实下面是没感觉，所以他就说其实你的膀胱非常想尿尿，可是因为我们打了麻醉，会以为没有想尿，那你的膀胱会炸掉。所以医生就逼我去尿，然后医生就把我的止痛拔掉，他把我的止痛关掉，然后关掉之后就说你一定要去尿，尿到才能开那个止痛药，然后就很这样，一旦没有止痛药，这边的伤口生不如死，你每走一步，我就觉得这边的那个下腹痛到真的是在哭，运动的痛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刀割的痛，然后又有撕裂伤的痛，而且你又有咳嗽痛的时候，这边就痛，对，夹杂而来，然后你一个翻身，一个呼吸都很痛。然后我是真的好不容易几个小时后尿出来，我就说我要出来，赶快帮我开止痛，然后才帮我开。那你们觉得有些人不是说生完之后就忘记那痛，因为觉得忘记吗？我一辈子都记得。我也觉得，我就想到，我就想到，对呀，我就是我想到就觉得好痛哦。可是我好像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胎真的比较痛，我第二胎，因为我可能把它想得很痛，所以真正第二胎我觉得没那么痛，所以我就觉得哎。就别说痛，连躺上手术台那刹那的那种恐惧我都记得。我知道自然产在肚子我是什么，是一回到产房没多久，他就把小孩推出来了。而且你喂奶啊，对，喂奶了，喂奶真的好。你说一生完当天就推来了，对，半夜就开始叫你开始要喂奶了。可是生完马上他没有那么快啊，对啊，还没那么快。放置不到两天三天，他给你拿一个针管，然后叫你对啊挤，慢慢挤出来啊，那超难接的耶。当晚就要叫你。然后小孩当晚都要跟我睡，真的，我还好我也没有。因为我是台大生，然后台大是母婴倾向，他们非常讲究，每一间医院跟诊所，他们可能讲究是宝宝一出生就要妈妈的，对，他们一定要母婴。三天第四天他就会教你怎么去吸喂，对，他会进来，对，然后第三天通常都没有奶，所以小朋友那样吸也吸不到。我第二胎就是没有喂奶了，因为太痛了。第二胎第二天我就说给我退奶药，我就退掉了。我是第一胎的时候，那时候那个姐姐她吃的比较急，就是那个护士就说你要用你的这一个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弄她的鼻子，对，然后因为她眼睛闭着，她去找，然后是好不容易她含到了，可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奶啊，所以她吸不到，她就会生气，然后把它吐掉，吐掉之后那护士又说你要再重新再接上啊，就像或是她三天找不到，她就咬的，对，慌张到我真的在那边我说我可以先走了吗？她好像吸不到什么，然后她说妈妈左边右边一直嘟她，换第二胎弟弟有没有？我就觉得我有经验，你知道，一进去啪，有吸，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个妈妈，她好像是就是醒，就有点第一胎，然后我就感受到她那个慌张的感觉，就跟我第一胎，所以整个有点拽起来，我觉得她我学姐，然后姿势各种感染，左边就是右边，好啊，来左边，就有差。那你喂母乳喂多久？就一样月中一个月。两胎都一个月，那几嘞？我第一胎喂九个月，第二胎好像喂。你第一胎喂九个月，那也很久。我两个都超过半年，因为你两个都是亲喂，有亲然后有挤，后面的话我用挤。我第二胎是一滴都没有喂，然后第一胎是喂了四个多月，他奶是没有办法亲喂，一定要我挤出来，挤到奶瓶。其实我想到而且鸡皮疙瘩，而且我觉得最痛的是那个吸奶器的口小乳就这么大，所以你放上来，可是你后面的乳腺其实挤奶器是堵气，你要推，你还要去按摩。护士就说一定要把它按摩按到，不然会乳腺也会发烧干嘛。然后我就边哭然后边按，然后每天都在哭，因为那真的很痛。然后护士还跟小新说，爸爸，不然你帮妈妈吸吸看乳腺会不会痛。然后小新就看我，然后小新就在帮我吸。他因为他用
器比吸奶器更大，对，因为吸奶器吸不到尾巴，可是其实小朋友亲喂是可以吸到整个乳腺的。嗯，因为我那时候喂尼龙亲喂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把它这样买完，他一吸大概两三分钟，整个胸会整个这样子消掉，哦，这样子很厉害。可是挤奶器就不可能，对，挤奶器不可能，反而还会越挤越胀。有一次我出去玩的时候，就是忘记带挤乳器。然后那时候胀到不行，我真的有一次去厕所挤，我挤在厕所这个，后来我叫那个螺丝帮我吸，当天吗？有我喝过，好喝，这个甜甜的，甜的你们都喝过，就好像很难喝，但是想说再尝一口，好喝吗？好喝，是不是越久会越旺？会很腥，所以你有喝过刚刚挤的是好喝，好喝，然后你有喝过你丢过冰的都是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不在意那个奶度，他是在意吸。小孩健康就好，父母也没有比别人容易。